我觉得你呢，你不要永，你不要永远都用这个，不想你是这样的。来这拍之前，我就听组里的人说，说星爷拍戏很严格的，经常一上午只拍一条的。你是这样子做，你这样子做就不行啊！你在干嘛啊？你刚刚完全是零，你是零，你一点都没有，就是那么简单而已。不，你现在试试，你不要拿三张好，你好完之后你又不是我。不要呀，我看。叫出来啊！不要呀，我看。大一点，静一下。你要继续还是就这样？再来一场。啊！这有反应呢。这为什么我要重用这种方法吗？他都没出来，你说来干嘛？现在都乱，全乱了。你要更夸张，再来。啊？好，我们要再来一个啊！赶紧喝口水，再来啊！Action！打死我吧！对。我很相信导演，导演告诉我你应该怎么去演，出来的效果我也都挺满意的。哎，这个也好啊。OK， 就是这个啊。导演也都觉得 OK。是王总的 OK。辛苦啦，辛苦啦，辛苦啦，辛苦啦。对的，谢谢。一开始不太能 get 到他的那个点，但是后来。我就能明白他的意思，能理解他，因为他是周星驰的电影，所以一定要演出周星驰的风格。OK， 大年初一 ，Action。